同学们过来了，来来来，快到快到老师这儿排队，快快快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，排队了啊！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原来是在教堂唱呀！好了，不就拍两张照片的事情吗？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嘛，当然有点情调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来啊！这样看，这样好看吗？非常可以。方总，你稍微笑一笑吧。好，来，方总笑一个嘛。三二一，走你。走，跟老师进去。请问您是石老师吗？啊，是的。我们是在教堂里演吗？啊，是的。来，跟我来吧。好。后面跟上，来，再拍一张啊！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来，好了吗？还没拍完呢，秦飞，你看这样怎么样？这样，好好，这个好，这个，哎，方总，你配合一下嘛。同学们，听我的口令，一、二、三，唱。居然是唱婚礼歌，也是醉。算了，唱就唱了。多好！拍照片这是干嘛？你够了，小韩。老公，谢谢你。你为什么要把石楠扯进来？你为什么要把石楠扯进来？我问你呢。拍照，你觉得你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方佐，你们结了婚之后，你觉得你们会快乐吗？那你觉得，从小到大我唯一的快乐就是他，没有他我还会快乐吗？过分了。